难道没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吗？而且上面说就是再给柯文哲一次机会，您觉得他凭什么这么说？交信实习生，再给一次机会啊，好吧？没有啦，我觉得是这样的哈，这种说小朋友。欸，为什么这么计较？当然啦，年轻人有时候常常会，我讲，会奇奇怪怪嘛，就是说，为什么人家每一个人的事情都要这么去追究？笑一笑就好了。